今天呢给你们开箱一个大家伙啊，它到底有多大，可以看到我姑娘在上面啊，完全可以睡得下的一个大箱子。好，伊娜你起来了，起来一下好吧，爸爸拆一下。一个大的什么山推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啊，它的重量呢是33.5公斤啊，是67斤的样子对吧。好，拆它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外包装终于拿下来了啊，看一下这是啥。哇塞，一个大的钩子啊，一个金属的后尾钩啊，然后工具包、油壶，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。哇，一个模型专用的遥控器啊，单独买一个的话价格要300元左右。好，换一边。那么好，主角来了，一个人拍视频，一个人拆的话有点费事啊。哇塞，牛逼吗？大不大？够不够大？好，我用我的手掌来对比一下啊，看它前面的这个推土铲，我的一个手掌没有它的一半大啊。全金属液压的玩具啊，你们所说的玩具。那么好，它的价格是多少呢？不贵，10000多块钱。这个视频呢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，下个视频我们来动起来看一下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都有什么功能啊。所以说追求呢源于热爱，热爱是无价的，当然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的，好吧。感谢大家。